今天早上检调大动作到立法院进行搜索，总共带回了现任跟前任的立委六名，还有包括他们的助理以及相关人等63人，都已经约谈到案到北极组，目前都在进行问讯当中。而其中呢，检调调查发现呢，有5名的立委，现任立委陈超明、廖国栋、苏振清，还有前立委陈唐尚跟徐永明5个人呢，涉嫌呢有收贿搜狗经营权的这个负责人的贿赂。而且呢，这个前负责人李和龙目前呢也已经被约谈到案了，而涉嫌呢他们是收贿之后呢，有施压经济部要推动公司法的第9条要进行修正。而他们也发现了检调调查呢，由名郭姓的白手套有从中帮忙进行贿赂。而在调查之下呢，也另外发现呢，竟然还有另一起的贿案，而跟立委呢，这一个立委是赵振宇有关系。而主要呢是发现呢，立委赵振宇有涉嫌还收了这个殡葬业者的贿赂，而且呢他有进行施压营建署的部分，希望可以帮忙变更土地的划分。而检调今天兵分65路呢，到这个国会的办公室以及地方办公室进行这个搜索，因为在办公室呢发现920多万的这个汇款，目前呢全案都还在调查当中，而稍后晚间呢就会将这所有人等呢移送到这个北检来复讯，也会进一步厘清还有没有人在涉案。